不尊重之外呢，柯建铭又在室内抽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，而且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他以前好歹以前好歹在委员会走出来，还会对着对走廊对着窗外，他现在这完全是室内、啊。其实你知道走廊他也是算是室内，不行啊，只要有屋檐都算是室内。但是今天的他的画面更夸张，他直接是在门。的里面，对，而且才离那个议事人员没多远，他就直接掏出了烟来。有他这是第一次累犯。那之前呢，卫生局就说，只要有影片，只要有照片的话呢，他们就可以开罚。不只是开罚，这个才从这个2000到10000元，对于柯建铭来说实在太少了。而且我觉得柯建铭哦，对他来说，其实他是完全没有这个烟害防治的观念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提一个案，那就是在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，像是这种累犯讲不听。的呢，我主张哦，我们卫生局就组了一个团队，要去立法院给他开课，跟他讲什么叫做烟害防治，直接邀请柯建铭来参加，哎。那让你上课，让你知道烟害防治是什么，我觉得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很合理，应该来参加。他被抓过都没有参加，对他完全没有参加过。他不是还被民众他可能跟你说对不起，我以为这是我家了，对不起。某方面来说，他也真的是把他这边当他自己家啦，对啦，对啦，立法院地图林啦。